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打开抖音搜索《爱情保卫战》的官方直播间，并添加关注。我们会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。来看看今天的几位情感导师，我们请到的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寂静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雷鸣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伟老师，欢迎。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现在在家就是养大爷的模式，我俩老是吵架，家里事儿也不管，也不想出去挣钱，那现在不就是坐吃山空吗？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李先生来自天津，51岁无业；女嘉宾赵女士来自天津，50岁退休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结婚多少年啊？结婚20多年。有孩子吗？有两个闺女。真有福气，2000斤啊！小的多大了？小的12岁。大的呢？大的21岁。谈恋爱谈了多久结的婚啊？谈了3年。当时看上他什么了呀？那个年代没有说图什么，就本身就图个人品好。多好啊！没看走眼吧？一直也挺好的，就是有个3年左右吧，他就天天的什么也不干，好吃懒做吧，天天的除了吃就是玩，除了吃就是玩的，反正。当时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是吧？对对对。后来两个人一起创的业是吧？对对对。做什么的两口子？玻璃装饰、门窗啊之类的。自己开的厂。后来开成。那得挣了好多好多钱吧？挣了一点吧。在我现在看来，是我退休应该差不多。厂子哪年关的呀？19左右吧。是因为钱挣的太多就不想开了？不是不是，后来呢就是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婆婆得点病，请保姆什么的呢也不放心。后来我就说，我说你歇吧，照顾老娘就完了，在家。啊。然后这厂就我自个儿顶着。啊，你本身我一个女同志，顶着一个厂子，压力也特别大。对对对，在2019年吧，就是也赔钱，就不再干了。那您就专职照顾老娘？我专职照顾老娘4年多吧。等于在此之前，家庭生活很幸福，是吧？对对对，那阵儿反正就是怎么说，就忙于生意吧，也没顾得就说咋，他在家照顾老娘，我自个儿在外边就是跑这厂子事儿吧，就是有好多琐事儿，那阵儿就忙得顾不上我们俩人有嘛事儿。你看，到底是做过企业的女企业家，你看人看问题很那个，不是没事儿，有事儿没发现。2019年等于厂子关了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就两个人就在家里了呗。对。您就觉得？钱反正也够，因为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挺苦的啊，我都50多了啊，就是想歇几年嘛，跟朋友在一块玩玩啊，因为两个闺女啊没有太大的想法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是闺女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老百姓讲话，有钱多给，没钱少给嘛，有点闺女，这个心态多好啊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一开始我也觉得，就是让他那个歇几年就歇几年，是吧？可是接着你也得帮我干点家务什么的，是吧？接接孩子，送送孩子的，这什么也不干，天天喝个水还得喊我给他送过去，都得那吃饭的什么都盛好了喊他才出来啊。我就忙的怎么着吧，他那就是根本就看不见你忙，这就算彻底躺平了，大哥。他这平常还有时候还出去跟朋友有时候喝酒啊玩牌呀、啊。一玩玩到后半夜才回来，一打电话他还烦我。我感觉他有点更年期，我是跟我没完没聊的熟了我啊。等于您是觉得现在不需要特别笨了，然后大姐觉得说不行，你还得干去。对，现在岁数才50，你不能说跟80一样，天天就是养大爷了，好吃懒做，咱俩坐吃山空也不行啊。哎、这个坐吃山空啊，要空啊。对啊，你说有多少钱？你说俩孩子还都在上学，老大上大学，这几年下来也得不少钱，老二还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对吧？只出不进的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对对对，这个您是怎么考虑的呀？因为我们前半辈子有点受的累受太多，我就想跟朋友在一块聚聚啊。是现在的孩子不需要我太那嘛，因为我的父母当初也没规范我的未来，也不都挺好的嘛。咱俩到现在不也挺好吗？刚才大姐可说了啊，坐吃山空啊，有这担心吗您？我倒是没那么担心，也不是说一天你花吃个山珍海味，花个几十块钱，你不过日子，你不知道柴米油盐贵，根本就对吧？你那我怎么听编导说您还准备卖房子呢？因为他老嘚嘚我，
你提这事儿，钱不够用，钱不够用，我就说不行，把房卖了。当我卖时，我可没经过他同意啊，不得双方签字嘛啊。后来他知道不干了，他不想着怎么出去，你说找个班上啊，或者是怎么的呢？能挣点这个力所能及咱过日子钱，他想着卖房去。我要办俩闺女也用不着我给准备房啊，家里本身有几套房，卖一套钱不够花，你先花着。对吧？咱不是一下把都花没了吧？再说本身有点积蓄，也不是没有积蓄。他原来会开车，我催他，我说你开个网约车嘛，不也行吗？是吧？挣点买菜零花钱也行啊。他就开不了两天又不干了，或者给他找工作吧，也是今天干明儿不干的。所以您是希望他开网约车去，或者挣一点小钱，别把人呆懒了。对对对，你看他这呆的，这两年也发福了，也胖了。但是到这个年纪了，你哪方面都有可能高啊，或引起什么疾病嘛的都不好这样。再一个，他有时出去嘛的，玩到后半夜，我也不放心。您是不是心里在就琢磨，反正我有几套房子在这压着，我也不怕，是吧？我没想到他现在对我的情绪这么大。您哪年想卖房的呀？就是去年，没卖成，没卖成。谈好了吗？谈好了，后来就因为他不同意，不签字嘛。我觉得还是给孩子们留下来点好。过去是天天两人在厂子里面对面，是吧？原来就是24小时都在一起啊、嗯。现在呢，在家里呢？在家里怎么说呢？我干家务，他啥也不干，我们俩也没有什么沟通，根本就、他呆腻了，有时来个电话他就走了。说呢，我干家务，他啥也不干，我们俩也没有什么沟通，根本就、他呆腻了，有时来个电话他就走了。主要你没事老嘚嘚我，要不说他更年期。数落您什么呢？对孩子不够关心了，对他们不够关心了，没事不出去挣钱去了，好吃懒做了，就都来了。孩子学习他根本就管不了，他有时候偶尔管一下吧，一管完了孩子也闹，他也闹，倒乱了。不是，这孩子不听我的，我脾气比较急，有时候我确实教育孩子反正方法差一点。有时候一说着急了，孩子就委屈了，哭了。你要平常多那跟他沟通沟通的，你多有点耐心呢。有你了吗？有我把我一个人得累死啊。那您过去在管理厂子的时候，这闺女谁带啊？那是奶奶在时跟我们在一起过啊，主要就是老人管孩子比较多一点，还是然后我们俩就忙于生意吧，对孩子就是照顾少一点、那阵大哥用几年时间把老母亲送走的？5年吧。老母亲当时是个什么状态？老母亲从医院抬回来的，躺在床上打流失，全靠您一个人啊？我一个人啊，后来都能吃东西了，伺候到一到那种程度抵抗力就差了啊，一点点也就不行了。你也没什么遗憾啊？没有遗憾。对老娘我为什么？他这人就是看着他比较孝顺，心眼儿是不坏，主要现在就是不能这样老这样坐吃山空，是吧？再一个你得适当帮我分担家务啊，或者你出去干点嘛，你不能一个大男人天天就在家。你说不是他，那他能歇几年吗？这不是才把老娘送走吗，是吧？让他歇几年再干。这已经都歇了一年多了，这你就受不了了。你是天天看他在家里烦呢，还是怎么着？也不是烦，就是说你说我在那擦着地了，弄着嘛了，他在炕上躺着，他还喊，哎呦我腰疼吧，我这难受吧，我那难受吧。我说我这干着活我还没喊这疼那疼了、我说你在这躺着喊这疼那疼的。所以今天想来干嘛呢？今天想天天你就这样荒废下去吧，你啥都不干，你再说你这身体以后也不行了，到以后你这俩孩子还都没成年了，你叫我这一个人我再顶着一个家，到时候你有点嘛事我再照顾你，我这日子怎么过还？您能明确提要求吗？明确提要求，我就希望他吧，对我们得多关心点。还有一个就是你出去，你找个力所能及的，是吧？也不需要你太付出太累的，你有个班上，有个班上，你最起码你上班去，我在家干家务呢，我心里还平衡一点。您今天是来找平衡的是吧？两个人的家嘛。我一个人承担，现在等于你们夫妻俩正儿八经在一起过日子，我看也就这一年吧。结婚就生孩子，生了孩子开始创业，对，创业的过程当中买卖起来了，就开始照顾老母亲，直到关，就是你们这种以生活的方式在一起，是不是也就一年多？原先很、就晚上回来很晚啊，到家吃饭就是我们俩人吃的，孩子们跟奶奶都吃完了，没有六日什么都没有，一年就歇不了几天。您现在的真实心态就是不想在家里待是吧？也不是说不想在家里待，就是说他不要给我太大的压力，不要没事老数落我，看我不顺眼，就是希望您给调停调停。这有啥调停？就我就问您现在真实的状态嘛。是不是因为大姐现在在家里面老这么说，你不愿意在家里待？对，我不在家，那肯定不愿意在家待，出去找个清静嘛。那你不如上个班，不就找清静了吗？在没结婚之前，我干出租，干过几年。他前两天说我让我开网约车，我不是不干，我干的话，我有点感觉不像年轻那阵儿，精力大，这人眼也不行了，我怕出事儿。上班吧，
现在我岁数大，像五十来岁人不好找工作，我也不知道是嘛样工作适合我，所以有时候朋友找我喝酒，我借口我就出去玩去了。所以你也不是想跟他们在一起喝是吧？也不是说你要有这是有合适我的工作，我肯定要去出去干。是，不是不想，而是没有合适的。没有合适的。广平他一面之词也不行。什么叫合适？什么叫不合适？你恨不得两三千的工资就让我去干去，我是可以干，也得差不多点。我出去一天，我挣那点钱。你要不出去，你要不就替我分担点家务。他从来也没干过活。哟，年轻人，你给宠，那不是都您的事儿吗？那到要不然这样吧，您出去找一个工作，让他在家里面做家务行吗？这俩孩子他从来也没管过，你说他管我也不放心，孩子上学什么的，有时送到学校了，或马路上车多了，你需要把孩子得送到学校门口。一个男同志他根本就没那么细心，你搁在门口了，万一要是走到学校这路上出点什么事儿嘛的，一个女孩我又不放心。所以他干什么您还不放心？ 对您来说，现在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你别天天在我眼前晃悠。是这个吗？对，我那个你出去上班去，我呢在家里打理家务，是吧？行，我再问一句，如果出去上班了，只出去上班，回来不交钱，行不行？怎么也得适当交点吧？交多少呢？他留出来他的零花钱什么的。一个月两三千的零花钱，您够吗？一个月哪花了那么多钱还？啊？那他现在一个月多少钱零花钱呀？两千块钱左右吧。这钱只要他自己挣出来，是不是就行？他自个儿挣出来也行啊。他留点零花也行啊，能富一点给我。我主要是就是什么呢？就腻歪他天天在家里，我一干活他在那躺着我就有气。他如果起来帮您干活，是不是也行？帮我干点嘛也可以，还最好还是出去，因为我们俩一在一块就吵。哎呀，这后半生咋办呢？这才五十啊，后面二三十年可咋整啊？你怎么在家里面混了一个碍眼的地位呢，大哥？不是碍眼吧？也许是自身的毛病，确实懒了。我以后。尽量出去吧，看起来好像妻子的要求特别特别的简单，你就出去找一工作就完了。但是这个事儿真是找工作的那么点事儿吗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，让他们给出主意，好不好？好嘞，好。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看完这个题，其实我脑子里还在想呢。哎呀，我到五十岁的时候能不能像大哥一样躺平啊？你没戏了。别这么打击我呀！你不是已经还差两年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多给我几年，资产不够啊！没有大哥大姐，人家提前人家把这个积蓄积攒下来了，挺羡慕的。但是话也说回来了，前些年是创造财富，啊，天天没黑没夜的，后边呢又照顾老娘，现在这一年多俩人的夫妻关系发现哎变化了，五十岁啊，正好是更年期。您自己觉得更年期的症状明显吗？有时候我就觉得莫名其妙的，我就想发火啊。对，这还是有一点的，是吧？这个对五十来岁女性的体内的这个雌孕激素啊突然下降，整个就是容易紊乱。哎，大姐说了，就是无缘无故的就会看着什么不顺心。我最怕我干活是你坐那坐着看着我干活也行啊，哎、你我干活他睡着呢。啊，对，大姐今天用的词汇最多的就是我干活，你不能躺着。你看，所以其实呢，我倒看的还真不是说这女人的没有安全感了，因为女人一生啊，都为这个安全感而战，多少钱也觉得没有安全感。但我觉得这个大姐今天还不完全是这个，可能占的比例很小，更多是情绪不舒服、不开心。出去挣点钱也行，帮我干家务也行，至少我干家务的时候你别躺着，你搭把手也行。我大概看到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哎，本身年轻时打拼也是一起打拼的，对对，是吧？你现在你说就光靠我一个人，哎，你说他一点儿没有说，哎呦，你干活了，你累了是怎么着的？你说句话或者给我端杯水，嗯、我自个儿干的，有时干的老晚的，他早呼呼呼的睡半天了，他睡着觉了，所以心里不平衡了。你说你躺平，那我也躺平，那家活谁干呢？还不能完全躺平。所以大哥要知道这一点，再加上更年期，我也想过这问题，真想过这问题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？其实我不太赞同说完全躺平式的退休。我真是这么想的，五十岁的时候，再过几年，我处在一个半退休状态。为嘛呢？一旦完全躺平了，什么都不想干了。其实大哥之前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，但是人啊总是有惰性，一旦完全躺平了，你再回去有可能回不去了。所以我建议呢，就是干一点养一点，这个年龄养养生，锻炼锻炼身体，两个人聊聊家常，弄弄家务，养养花，适当的回归到半退休状态。家里的小活能干点不能干？对，能干什么现在就说吧。没事在家里帮他做做饭啊，看看孩子，
沟通沟通、嗯、可能我现在沟通少了，跟他沟通也少了，爱着急是吧？是，那行了吧，大家这样可以不？说的好听，谁知道他实际他改不改？那咱今天就说到做到了是吧？可以，行吧，还得签字画押是吧？来，周老师，咱都算同龄人，我也快奔五了，我其实也在考虑未来我的日子要怎么过。我觉得对于中年人来讲，有两种不同的生活，大哥和大姐你们可以考虑一下。一种叫闲情逸致的，夫妻双方过起来。我在网上刷到很多这样的视频，中年夫妻俩人一起出去旅游，开着房车的，在全中国到处去旅游，去享受美景的。五十岁了，可能把房子给变卖掉也好，然后就算开着车也好，花不了多少钱，两个人就是为开心过日子，因为年轻的时候苦过了，然后年轻的时候也没有真正在一起过，都是忙事情去了，所以到了中老年了，开始真的享受生活，我觉得这是一种闲情逸致的生活。但可惜你俩还没办法做到，因为他们这种状态孩子可能就大了，可你们还得抚养老小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过第二种生活，重新创业。你们都是创业的人，当年之所以你们能够一直走下去，是因为两个共同在做一件事情，你们共同的目标非常强，共同要把这个工厂做好，共同要给家里赚上钱，共同让这个家富裕起来。但到了现在有一点积蓄了，大哥您觉得您这多吗？真挺多吗？其实不是很多，对，万一生个大病，中年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天灾人祸，不知道家里什么时候急需用钱，所以我觉得就第二种生活，重新创业。如何创业，这应该是你们夫妻俩共同商量，但你俩现在都不商量了，所以我觉得问题特别大。所以大姐，我觉得你来得特别值，至少值的是您其实意识到家里有问题了。同样我觉得大哥其实也能反思到可能这个状态也不对，对，所以我的建议就是重新创业，夫妻共同商量，只有商量你们的家才会变得更好，才会让你们的钱真正享受到现在该享受的乐趣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有一点大哥特别让人佩服，一个人照顾老妈照顾了四年多，对吧？对对，这四年多看着躺在床上行动不便的老母亲，心里应该想了很多吧？是。想请先请先，可是他呢好像不老理解我的吧，老没事嘚啵我，嘚啵我有点烦。没事，我跟大姐聊聊。哎，谢谢大哥。大姐有意思吗？您告诉我您这一生有好多事情一定是做得很棒很酷的事情，比如说一个小女孩从出生一直到20多岁上大学了，然后又一个小女孩，哎呦，现在已经12、13岁，一看都是大姑娘了，这时候有意思吧？然后结婚，嫁了一个心地很好的这么一个男人，两个人从没有到有，到现在家里好几套房了。然后呢，现在这个老大呀住校了，老二啊越来越不听话了，买卖不做了，老人刚刚送他离开，这个时候忽然间回头一看，屋里就咱老夫妻俩了，这时候不想想，你我咱俩有意思吗？为什么我一说大哥好像真的心态说有点变化，
那四年大哥可能在想一件事儿，图什么呀？老娘拉扯哥俩那么累，一辈子连粮票都得借去，到最后是没错，孩子是孝顺，但是这四年呢，吃吃得动吗？玩走得动吗？他是把我养大了，他的意思在哪儿呢？这时候难免有些东西就放不下了。等老人家百年之后，千斤担子卸下来，躺在床上一看天花板，我要等到七十好几吗？那时候吃什么有味儿啊？我先得保证我那牙还咬得动吧。那时候我还想上哪儿玩啊？还上得去飞机吗？有意思吗？您想的是家里的地干不干净？您还没到那个点，人生当中会有一个点，突然之间站在那个点上，茫然四顾的时候，发现我该做的都做了，我为我自己做过什么呢？怎么有意思，大哥？是您自己有意思，还是两口子在一块儿能有意思？前提是两口子要想一块儿找点意思，两口子就得一块儿规划，而不是一个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。那时候我想有意思又如何呢？另外一个，不知道什么叫有意思，家里地上扫干净叫有意思，孩子安全叫有意思。我问的是大哥大嫂，您老二位接下来的日子怎么有点自己的意思啊？没想过。哎，想想，想到了那个意思，您就能把手里的扫帚放下，他就能从床上站起来。谢谢，谢谢李老师。谢谢来，曲总，大哥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在你专心的照顾老母亲的时候，什么人让你如此安心的去照顾她？谁为你扛起了这个家庭所有的一切？就是老数落你的他呀。我们不能因为母亲的离去，让我们整个人的动力都被抽干了。你永远在一种失落的感觉当中，你没有找到一股动力。想当年创业的时候，动力哪里去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怕了，怕饿肚子，对吧？对。两个人一起有一目标。母亲的离去对你打击很大，以至于我认为现在你都没有再站起来过。你丧失了动力，这是你母亲愿意看到的吗？诚然，你的母亲能够在病床上还有四五年的时间，因为你的孝顺，但她何尝不是一种坚强？我认为你需要坚强，因为接下来生活你没有看到什么希望了，你失去了奋斗的动力，那是男人的力量，你就躺平了。你丝毫意识不到你身边的他没有放弃，他数落你，这是沟通方式的问题。但是实际上你们当中的问题是越积越多，都没有沟通，都没有看到，只是简单粗暴的说你赶紧出去工作，你说我就要休息玩，不是你这个年龄应该想的事情。想想你的力量，男人应该有的力量，还有为什么能有力量？责任，你尽到了儿子的责任，但你没有尽到父亲责任，你更没有尽到老公的责任。听懂了没有？大姐，你有很多的期待，但是你说不出来，你有很多的想让他去体贴你，感受你的感受，但你说不出来，你只是说出去工作我踏实，然后你不要躺着看着我，我踏实。但是真正要的是什么呢？要的是他能理解你，要的是他懂得感恩的这份心。所以我认为你需要让他站起来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把责任就甩给他，不要说送个女儿你都怕说他送不好，怎么可能？你习惯于揽过来一切的包袱在自己肩上，但是你也需要卸掉包袱，有人帮你分担这个包袱，对吗？就这样。这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的困境嘛。我也没有觉得什么抽干啊或者躺平了，他的生活他的日子到这儿了，他就是这样，这大概就是人生嘛。不过今天大姐提出了另外一个命题嘛，这个命题是怎么让我们的家庭生活质量变得更高嘛。其实特简单一件事儿，他还没创育，你陪他创育，最低效的创育方式就是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。那怎么陪着他尽快创育？你先把扫帚放下，带着他稍微换一环境，
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，在花前月下拉着他的手，他能跟刚才那样站在这儿哭一场。您把他脑袋抱自己怀里，没事，自家亲老公回来他就不这样了。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然后自己的妻子在旁边一边扫地一边数了自己，在这种状态下，这个人创愈的效率非常低。您是觉得他创伤吗？刚一年一定有，没有从母亲去世的这个状态当中缓过来。他耳濡目睹四年是积累的，做得到吗？能这么做吗？不会，主要条件不允许。你那孩子，你说给谁？把孩子托给娃他舅舅，娃没舅舅就把孩子托给娃他叔叔。放心，娃十二了，在他舅和他叔那儿就顶多添双筷子，放不下呀。我觉得雷老师就得给他压力，让他知道自己责任感。人家一直在负着责，他没有不负责呀，不送孩子，就是不教育孩子，就是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对这个家庭不尽责呀。他尽什么责了？他怎么没尽责呢？他创业创没创？我说现在怎么没管？说此时此刻现在孩子怎么没管啊？你问他管了吗？陪伴人在那儿就是对孩子的负责，不是一定要送才是负责呀。朱越老师，我这个我同意赵川老师的意见，人生允许累。不是，我们不可能说你一定要有责任，一辈子背负责任。你一个人的心脏有多大？你能扛多久？他需不需要缓和？他需要缓。他的心脏大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，他没有创伤，他没有经历过那一段，他可以站在是。他也许有一天他会崩溃。哎，我就只是每一个人的崩溃和临界点不一样。我不认为说现在一个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，我要求缓一下，我没有缓的资格。如果说我没有缓的资格的话，那怎么可能要崩着吗？现在不就在缓吗？送一趟孩子就不缓了？不是不在孩子的问题上，他的核心真的不在孩子。他的需求为什么说不出来？其实他的需求很简单，我就老公跟我吃个饭，说两句贴心的话。他想的没有那么多，我干活的时候能陪着我干活。我们要找到的原因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吗？如果说这是一个不负责任老公，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？老妈也走了，钱也挣了，孩子也这样了，我也走啊，我过我自己的生活去了，我不管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去了，我开始进入到另外一种生命状态体的时候，那个可以叫不负责任。这个没，我觉得他没有卸下任何的责任，我个人看。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老百姓过日子，用老百姓的方式来解决老百姓该解决的问题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假设您的先生就是老母亲走了，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挡头了。雷老师刚才给了个方式，是说我作为妻子，我给你做一个这个过渡时期的陪伴，让他快速的能走出来，这是第一个方式，对吧？好，第二个方式是说，我这个在这里面走出来了，或者先生今天只是一个放大情绪的反应，可能还没有那么大，那没事儿，双方共同商量一个解决的方式。我们把所有老师的话结合在一起，无外乎于就是我们要达成一个双方共识和共认的新生活方式嘛。大哥，你过去啊，回头看一下成功那一段，你们家谁长得多？他长得多，这人怎么说呢，应该算是说吧，他有勇我有谋。对呀，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，您得出谋略，您规划一个道道。这个就是刚才我从四位老师的这个发言当中提炼一个关键词，共同谋划了。中年夫妻这样的情景太多了，你今天大概规划了几条路径嘛？核心的路径放在一起，就是越是在这个时候，两个人的共同努力最重要。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老婆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一直爱着你，我会努力的。孩子，我会尽责任。作为一个丈夫，我会关心你，爱护你的。我会把我的职责。把我该做的事该干的事都干好了，省得让你要看着我烦心，让你省点心。我就希望你以后吧能担起责任来，能看到我这为这家付出那么多年的辛苦，能跟孩子呢多多沟通。我希望你不能够理解我吧。
谢谢两位啊，都不容易，谢谢，请回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看一看这个结果的预测。这个结果显而易见嘛，可能是双出嘛。但是不管是共同创业还是共同的去享受生活，同步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及时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也认为一定是双双走出来，然后会探讨一个共同的方式。我们看看这对夫妻再见面的时候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相见。请开门。我的心是暖暖的，这边应该其实离开这个节目之后，你那个心结应该解了。谢谢老师，我为这个家尽过责嘛，我该做的一切我都努力做了嘛，下面是怎么担起一份新的责任嘛，就算做了一个告别了。所以回家好好商量商量应该怎么过啊。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见证一对20多年夫妻的一个新篇章了，新的开始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新的开始，各位请见证。来，请亮灯啊！谢谢两位啊，请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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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回。这种家庭其实还是让人羡慕。而且我发现这个家庭妻子是绝对的智慧，她实际是害怕这个男人再躺下去，家可能都没了，啊！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俩关系像被按了加速键，我觉得太快了。我们在一起很合适，不需要再磨合了。他现在用各种方式逼我，我觉得受不了。我真的很爱他，我希望能够和他有个未来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汉23岁，来自天津，程序员，有请。小新23岁，来自天津，学生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认识的时间好像并不长吧？也就20多天吧。现在也就20多天。对。但是女生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要求了，是吧？我挺喜欢她的。啊。我不觉得我的那些要求很过分。说说你的要求给老师们听听。就是我希望我们两个可以很长久，然后他可以给我一个很像样的一个承诺，就是可以跟我结婚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才认识20多天就要结婚呢？咋认识的？我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，一块去 KTV 啊，然后我们就当时算是看对眼了，也就2天就在一块了。然后呢，一开始就还好，但是后来处着处着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，他什么事在后面赶着我，然后逼着我去做，然后我现在就是真的压力很大，感觉很累。不是，我现在已经感受你的压力，这才认识20多天，这个说你得给我一个许我一未来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你什么时候觉得开始不对劲的？当天我们在一起，他就让我官宣，还不只是在朋友圈，就是各种奇奇怪怪平台上，人家谈恋爱都发朋友圈啊。官宣啥呀？就发我俩的照片。发哪儿啊？发朋友圈啊。不止朋友圈，各种奇奇怪怪的地方。我平常看视频，哔哩哔哩他让我发在那儿，就我一个粉丝也没有，我不知道给谁看这东西。就是我就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俩在一起了。发了吗？发了，迫于无奈。发了之后呢？到后面就越来越快了，他一天24小时都要黏着我。然后我还是在上班嘛。他有的时候我5点下班，6点就要去参加他朋友聚会，吃完饭之后还要唱 KTV。
然后十一二点才能到家，然后转天继续上班，就真的很累。我想带你去认识我的朋友们嘛。啥意思啊？就是我想让他融入我的好友圈啊。现在谈恋爱不就都这样吗？他带我去见他的朋友，我带他来见我的朋友。不是谈恋爱，不是应该你们俩谈吗？还是要跟朋友谈？跟我谈呀，但是我希望，可以跟我的朋友们也可以相处得很好。他可以融入我的生活，他不只是……不是你们俩还没互相融入呢，就让他融入你朋友的生活？但他可以知道我平常跟朋友在一起是什么样的状态。你有跟他说过我这样很累吗？我非常理智地跟他传达我这个意思，但是他就是还是很狂热地跟我说，今天见这个朋友，明天见那个朋友，我就是真的是吃不消了。哦，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到了恋爱社交的过程当中，是吧？对。除了这个还有啥？还有就是。很过分的事儿，我们才在一块儿多少时间，他让我上交工资卡，不是这是第几天的事儿？太闪了，这样，这也就在一块儿十天，也就那对，也就是第十四日，对吧？第一日是相见，第二日是开始互动，第三日是在一起官宣，然后见完朋友圈，第十四日上交工资卡，你咋想的？就好男人不都应该把工资卡交给女朋友吗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女朋友啊。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你？我们要一起走下去。我还没打算跟你一起走下去呢。可是你都跟我还在了解你，你都跟我确立关系了。我怎么叫确立关系啊？我们在一起了呀。就是你们俩在什么一起啊？哪儿在一起啊？我问你几个问题，肯定都不了解这小子。谈过几次恋爱，你知道吗？两次。为什么分手，你知道吗？他有什么爱好啊？这人撒谎吗？我是信任他。就是你信任有什么用啊？你这盲目的很。就真交工资卡，交了吗？交了。不是你为什么要交？我不想跟人吵架，我就是性格很温和那种。不是你交的时候工资卡里有多少钱？三四千吧。哎呀，你这可以啊，钱就归你管了。嗯。你就那么心安理得？嗯，这是我就给我们以后做打算了。不是你们什么以后什么打算？就是在一起啊，一直在一起。那下一步，钱也收了，就得见爸妈了吧？这事儿，提是提了，是骗着去的。他告诉我是见朋友。我买了瓶酒，开开心心跟他聚会去了啊。然后过去他喊爸妈，然后我直接愣那儿了，什么东西？我跟我爸妈相处是像朋友似的，不可以吗？没什么不可以，你应该提前告诉一声。他就之前没跟我说过啊，他就骗着我去的。我当时什么准备都没有。去了之后，他爸妈说啥？我爸妈是很欢迎他呀。那你为啥不告诉他呢？我告诉他，我怕他不来呀。那这不是欺骗吗？但是，我爸妈也挺喜欢他的。对对对，你爸妈主要是比较纵容你啊，喜不喜欢他我不知道。当然小伙子干干净净的，挺招人喜欢的。然后呢，还有时候跟我逛街啊，在路上就看到个楼盘都进去逛，普通情侣哪有逛这玩意儿？他跟我说啊，以后买个什么样的房啊，几室几厅啊，多少平啊？然后我就也是一头雾水，就是你跟我还没到的地步。就是路过了吗？进去看一眼。啊，不止这些，他还带我去逛冰箱、家电、家具一类的东西。谁情侣买这个？买了吗？啊，肯定没买啊！买了我放哪儿？那你还敢跟他出去吗？有一点不敢了。他没提出要见你父母，就是我还挺谢谢他，他没提这个。我提了，他可能也不会带我见。哦，你觉得这一切都顺理成章是吧？啊。以前您谈过恋爱吗？谈过。也是这么谈的？没有，就很快就分了。为什么很快就分了呢？是因为他们没有官宣，还是没有交工资卡，还是见了你爸妈之后你爸妈不喜欢？就可能我觉得是对方不够喜欢我吧，所以我没有要到一个可以他跟我一直走下去的一个承诺，然后就分开了。哦，你那段恋爱也是上来就要一起走下去？就是我希望他可以给我起码是个态度或者是一个承诺。行，我明白了。他有要求你求婚吗？这就得提到一个事儿了。他带我去参加他朋友的婚礼啊，然后其中有一个环节抛那个捧花，意思是祝福下一个人，然后他就直接被内定了，那人直接就捧给他，然后他直接接上，然后过来到我那饭桌说你什么时候向我求婚啊，然后我们那饭桌就啊，我当时求婚尬住了，我还没准备到那一步。就是我朋友知道我谈恋爱，然后两个人关系很好，然后就起哄嘛。不是你期待他向你求婚吗？嗯。我再问的直接一点，这小子说明天咱俩去领结婚证，你敢吗？行，所以今天谁要来的？我要来的，我受不了，有点。你的朋友们都支持你这么做吗？他们就挺起哄的吧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喜欢一个人，只要一谈恋爱，我们俩一确定关系，我就立刻就要结婚？我觉得我们两个也可以就是先结婚，然后再看电影啊、吃饭啊，那不也挺好的吗？哦，这个是受到谁的影响呢？就是我就觉得这样可能，我觉得像是一个承诺。
什么承诺？就是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。你现在后不后悔认识他？你告诉我说实话。这能说实话吗？啊，一点儿。啊，你怕吗？有一点。你今天来想达成什么？就是要不他把节奏给我放缓一点啊，让正常一点啊，要不就不说了。什么叫就不说了？要不就分啊、哦、还给个口型啊。那你喜欢他什么呢？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挺帅的，然后干干净净的，我觉得他值得我信任。你跟你父母是怎么说今天我要让你见一个人？你能跟我们学学吗？就是我跟我爸妈说我谈恋爱了，他们就想见见小伙子嘛、嗯、我就带他去了。见完之后你们回家有没有商量说什么时候结婚啊怎么样？他们就说这个小伙子啊挺好的，你就继续跟人家处吧，我们俩挺满意。行，那接下来我替小伙子啊虚拟一下，规划一下这个婚怎么结呗。要房子吗？嗯嗯。租房能结婚吗？可以啊。可以裸婚吗？没彩礼，我们也不要嫁妆。可以意思一下。意思是多少意思？就看他能承担多少吧。也就是三五千块钱嘛，工资卡里就这么多钱嘛，行吗？也行吧。啊，也行哈。嗯啊，租房子住什么都行是吧？只要领结婚证就行。我想跟他一直在一起。啊，行。那领完结婚证之后，咱们就等于先结婚后恋爱，对不对？嗯。结果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问题。能不能离婚？我觉得我们结婚之后再发现问题，都是抱着去解决问题的态度了，就不会可能出现问题就两个人就拜拜了。万一不可调和呢？可以调和。哎呀，这是多么理想主义一个姑娘啊。你是相信爱情还是相信婚姻？你告诉我。我相信婚姻保证下的爱情。这个逻辑听懂了啊，婚姻保证下的爱情，那就是说没有婚姻的基础，爱情其实是不可靠的，一旦有了婚姻的基础，爱情是坚不可摧的，是吧？嗯，真这样想啊？就是那一张结婚证的承诺，我觉得它很可靠。但是如果那个人是被逼着承诺的，这个承诺还算数吗？如果他不想，我可能也逼不了他。我可能逼他，他心里也是想的。我不可能逼一个人干他一点都不想干的事情。啊，那听明白了，有缓儿呗。嗯，可以放缓是吧？我还是想要那么一个承诺。我的妈呀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朋友介绍的。介绍你们俩谈恋爱？介绍一块玩。就是谁主动对谁下的手？我下的手。该允许分手吗？我，所以我想结婚。你打小跟谁长大的？你告诉我。姥姥。你不是跟你爸妈关系特好，怎么会跟姥姥长大呢？但是跟姥姥长大跟爸妈关系好，这不是就为什么怎么会跟姥姥长大呢？爸妈忙啊。你是不是做什么事儿你爸妈都挺宽容的？他们挺宠我的。要什么东西基本可以即时满足吧？只要不太过分就可以。那你提过的最过分被拒绝的要求是什么？应该好像没有。也就是说你从小到大长到现在，你的父母从来没有拒绝过你的要求，你所有的要求在家里都是被满足的，是吧？嗯。你上一段这个恋爱失败之后你哭了吗？哭了。哭了很久吗？难过了两个月。哦，谈了几天啊？谈了一个月吧。谈了一个月。嗯。后来是谁提出来要分开？他提的。怎么说的？就是跟我说可能我们两个现在不合适。嗯。可能我没有那么爱你。啊。就跟我分开了。啊。然后你收了他的工资卡吗？那会儿没有。那次也是很快的要求嫁给人家吗？那次我有跟他提过。嗯，他怎么说？他就觉得我不可理喻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跟我提分手了。啊，所以相比于那个你一提到就把人吓跑的男生，这个男生还好哈。我循序渐进的呀。您到现在还不到三十天，你就要循序渐进？哎呀，你这个行吧，各位老师帮帮这姑娘好吗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呀，要三四千块钱就能娶回家的话，小伙子赚了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多了解了解吧。那你们那么快确定关系，这个事儿好像你也推波助澜了呀。当时因为什么心动了呀？因为她性格比较好吧，我对爱笑女生就没有抵抗力那种。爱笑啊，现在说结婚还笑呢，不管成还是不成是吧？反正从侧面到现在我一直看着你笑，我在想，哎呀，会笑面对这样的事儿好像解决起来是不是能够容易一点点。但是对面那个人好像笑不出来了呀。两个的恋爱，一个笑得很灿烂，然后为了自己的结婚梦想，
而这边是愁眉不展。那如果真的像上一个一样，上个是一个月，这二十来天还没到呢，再过几天，兴许再过几分钟，人家从那门里不出来，你会哭吗？好吧，是什么因素让你想快速的进入到婚姻状态呢？因为在我们的理解里面，这个的确是太快了。就是我看身边的朋友，他们很多恋爱就分分合合，今天跟这个分了，明天又跟那个好了。哦，所以你是觉得有一种担心，对不对？你是怕可能再谈下去又分分合合的了。那结了婚也可以离呀、啊。但那心态就不同了吧？什么心态呢？就是我们就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了，就不是可能我随时可以把你踹了。啊、所以你非常害怕被踹了，非常怕你们感情出问题。那可以说你在这方面是严重的缺乏安全感。这个结婚证书它是一份承诺，但是我特别担心什么呢？假设你们登了记了，能不能安全是一方面，我的担心是你是一个填不满的安全坑，对于追求安全感的这种执着，在某种程度讲它是一种掌控，而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你的掌控速度超过其他人，你做的这件事情只会更容易葬送你们的感情，欲速则不达。所以这里面有几层关系，第一，可能你的原生家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婚恋观会怎么怎么样，还有刚才我们也看到可能你从小家庭当中从小要什么就得到什么，然后不得到就会特别的心急，所以你没有那种延迟满足的感觉。你要知道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很多事情不会再像你父母保护状态下理想主义，有很多东西是要靠自己去经营交换对等而得来的，而不是一厢情愿想要什么就可以要什么。这是我给你的提醒。男方一句话很简单，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就完事了，做一个你要做的选择，今天的确要有一个交代了。闪婚是双向奔赴，但逼婚是单向逼迫。但同时无论是闪也好还是逼也好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对婚姻的有一些不负责任，因为不了解婚姻是真的需要负责任的。婚姻需要负责任有一个前提是彼此要去了解，因为我愿意跟你承诺共同未来把这个家经营好，但的确闪婚的人的确会盲目，我不否认。但如果你们具备说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而且双方且都愿意，那可以。但逼婚绝对不可以，因为逼你不是逼的一个婚姻，你逼的是对方的自由权利和选择爱情的自由权。姑娘你千万记好，你一直在台上跟我们说我想要把爱情变到婚姻里边，我觉得有婚姻的保障爱情才会更甜蜜，但你同时也别忘了有爱情滋润的婚姻，因为有了爱才能最后选择共同走下去的婚姻才更牢固，没有这些基础不可能有婚姻长久下去的。为什么很多闪婚的人会最后很容易闪离，就是因为两个人彼此要的都是对方给我的好，而不是愿意共同承担那份责任。改变真的很难，但如果你进入婚姻就要求彼此改变。我们台上有无数的嘉宾，脏袜子、臭鞋子、家务卫生，这都是婚姻当中要遇到的琐碎的事情，而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要的就是两个人彼此相爱，共同愿意把这个家经营好。但你们没有，你怎么让你的家变好？姑娘，如果你真的想要的是稳定和长久的婚姻，那一定是对方愿意跟你共同来的，他如果不愿意，你就是自我折磨，你就是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不负责任。在婚礼现场你拿着那捧花跑到他的面前，你当众道德绑架他，你觉得他是能在你身上感受到爱吗？不可能。他感受到的就是我没了自由，他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人并不是爱我，他是想跟我玩权力的游戏，那是婚姻当中最可怕的情况。所以姑娘想清楚，你到底要的是爱情充满爱的婚姻，还是要的是一个自己未来一辈子痛苦的生活？想清楚你才知道要不要跟他踏踏实实谈恋爱。同样对男生你别点头了，你能有点原则吗？他为什么这样，不也是你步步退让导致的吗？
不喜欢，不想见他朋友，就跟他讲，我要上班，我觉得太快了，我不想他们快融入你的朋友。你天天去见，天天去见，那也是你愿意的，因为说不定你也想融入他的朋友圈。所以你怪不得他在那逼你，因为他逼一下你就愿意，所以你没有原则，才会让他变成这样步步索取。所以有点原则，你才不会面如死灰地走进你想要的甜蜜的笑容满面的爱情。两位年轻人都充满一点原则吧。你上一段感情的时候，那个男孩子身上什么地方吸引你呢？长得好看。除了长得好看之外呢？就是他认真做事的时候还挺有魅力的。啊，长得好看，认真做事，嗯，是吧？那我问一下，跟他比，那个男孩长得好看不好看？我现在觉得他更好看。他身上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不可替代？我觉得就是他给我一种很可以信任他的感觉。说一个细节，哪儿让你觉得他特别值得你信任？就是他这个人基本上许过的承诺都可以兑现。所以你就开始逼迫他一个一个许承诺，是吗？如果他承诺了娶你，这个承诺你觉得严肃吗？嗯。你也觉得严肃是吗？嗯。看来你嫁谁难度都不大，看来想娶你的人真的难度好低哦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就算长得好看，说实话，长成这个样子的男孩子我们不能说很多，在这个人世间一定不少。如果你说认认真真做事，认认真真，那有好多男孩子现在正躺在宿舍的床上认认真真打游戏，心无旁骛，那认真起来做的事儿多了，有些喜欢吃的，吃一盆水煮鱼吃的可认真了。这个都是世界上60-70%的男性好好做一做都能达到的标准。他和你的前任身上有什么地方是独一无二，瞬间击中你的，告诉我，这个瞬间快到20多天。被击中过还用想这么久吗？就是，所以连打动你都可以省了。娶你的，娶你的难度真的好低哎。但是我要喜欢呀。啊，是啊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喜欢，你喜欢的是这个世界上60-70%的男孩，稍微努努力就是这样。你说的认真都没有说出一件认真的典型事件，那我可以理解，只要是认真都可以哦。那认真打游戏你喜欢吗？你不觉得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连一个闪光点都没有看到，都没法给我们指出来，连你自己都要犹豫半天说不出来的情况下，都没看明白呢？随便一个长得稍好，不管做什么事儿认真一下，20多天，上一个是一个月，你就哭着喊着要嫁给他，娶你的难度高吗？你信不信现在电视那头你的爸爸心碎了？是这样啊，你刚才说不许他不同意结婚是吧？他许对自己负责吗？许。许是吧？你能负责任的别娶吗？对你自己负责。可以。可以吧？好，我说完了。一见钟情然后闪婚并且特别幸福的人一定有三个能力你必须要具备。第一个，就你有足够的阅历以及你足够的洞察力，你的眼光得好，你得能发现这个人，短时间内能发现这个人的优点缺点以及他是否适合你，做出一个判断。第二，容错的能力，如果在相处当中你发现他很多缺点，那必须得有耐心去包容去调整，然后一起往前走。第三，是有承担失败的风险的能力。这三点你有吗？断然没有。你才20多岁，才有一个恋爱，然后跟他现在也是貌似觉得长得不错，然后人干干净净的还挺好，其他没有了，优点缺点特点都没有了。第二一个，你这么快的要进入到一个双方确认的闪婚的状态，你没有那个耐心去原谅他，你没有那个耐心去守候他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你分不清是爱情还是激情，你搞不清楚，你是被幸福冲昏了头脑。第三，你有承担这个失败的风险的能力吗？你没有。刚才老师在问你的时候，你说我不想失去，我害怕失去，所以这三个能力都没有，请拜托你不要
进行南都西书这么大的一种恋情。我想说的是，姑娘不能这么快了，好不好？慢下来，别着急，是你的永远不会离开，那不是你的一个小事就能离开你，对吗？保护好自己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建议你做几件事情。第一，把工资卡还给他，拿的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啊。第二，不要再提什么婚姻，也不要再提什么要见他家长，一定不要有，跟你的父母也说这个男孩不错，跟他处着来，好不好？听见没有？否则这个男孩如果是一个好男孩的话，他会离你而去，因为他是有原则的，他是谨慎的，他不喜欢速食爱情。就这样，我们强调的并不是因为二十多天的时间，姑娘，是你在整个的恋爱的观念上面出问题了。你从来没有相信过爱情，你要相信爱情，你会非常从容的去了解一个人，非常从容的去恋爱，而不是靠你说的那一张纸来锁定和保卫你们的爱情。大胆爱一个人没有什么错误，但是急于跟这个人绑定一生的就是个错误。当然，如果说今天这个男生不是这样，是二十多天，男生说我也非常想娶她，我们看到了什么什么，我看到了她什么什么，那我们也会祝福啊。这个就是你成年了，你不能再像一个小朋友一样，要得到即时满足，是不是被吓到了？有点。姑娘，看到了吗？来，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我觉得就我们相处大部分时候还是挺开心的，但是真的是需要时间慢慢了解。你不要再去逼我，再去推着我去做什么事情，真的一次两次还好，太多了真的会心累，会受不住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希望和你可以走得长久，希望可以和你有以后。我可能我很需要你的一个承诺，我希望和你走下去。说了一圈还要承诺呢，好吧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吧，给我一个承诺，于老师，他们俩会出来吗？我觉得最后一句话会不会把男生吓跑。男生是渴望婚姻，但是不会被迫婚姻，所以他不会出来。女生是不撞南墙不死心的，所以他可能还会出来。女出希望男不出啊，我认为都会出来的。我也认为两个人都会出，但是希望女孩明白的是，出来不意味着要跟你闪婚了。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吧，请开门。哎，你说好好恋爱不好吗？非要作成这个结果，这也行。女孩明白了吗？对。还是劝这姑娘啊，可以闪，一定是双向奔赴，而不是单边的逼迫，是吧？好了，祝他们找到心爱的人，祝他们的生活能幸福。让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，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